现在欢迎 B 组二号选手来到香槟好声音初赛现场。 B 组二号，我演唱曲目是手放开。我把自己关起来时留下一个阳台，每当天黑推开窗，我对着夜幕发呆，看着往事一幕一幕，眼睁睁看情变坏，人不能看情感慨，不能给你未来，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像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装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后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好，谢谢。 OK， 等一下，等会儿点评，还没点评吗？就让他点评。没想到是你啊。我没说唱歌是没有东北味儿。说话有点东北人。咱俩是不是跟他讲说的？是啊。老乡，老乡。我就觉得就是 B 段，他会就是 B 段，除了之前那段有点节奏比 A 段要快一点。我自己切了一点，因为我自己掐的话，那个前面那个如果唱两个是要超一分钟，就是后面副歌你都回不了两遍。我自己就那么切了一下。这节奏整体不错，咋了？声音还可以。好，谢谢评委，谢谢 B 组二号选手。